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欢迎收看东哥的视频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自走式的打药机，这项目目前是我们最先进给蔬菜打药的这个打药机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的先进。个头是非常的大，而且它过这个渠也是没得说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的轻松。直接把这个药杆就伸开了，一次可喷洒12米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一次可喷洒12米，一是装水可以喷洒24亩地，效率是特别的高，而且是特别的方便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是自动撒肥器，这个不但可以喷洒农药，还可以喷洒这个化肥，效率是特别的高。看一下这个效率，以前我们像这大面积菜家里人手不够都不敢种，因为光喷洒农药这一项根本就顾不过来，你请工人，别人家也种的菜，工人你也请不到，因为这个喷洒农药季节是特别的短，有最佳的这个时候消灭这个害虫是特别的快，过了这个季节你就是消灭害虫也灭不了，所以说打药这是很关键的一步，必须打到这个点上。所以以前喷洒农药，看一下这还不算大，也就几十亩地吧，根本就顾不过来，所以也不敢大面积种。现在有了这款自走式的打药机，大家也可以大面积种菜了，因为它是特别的方便，省神省力。听师傅说，这款打药机打一亩地只掏3块钱油，也是特别的省油。这个是师傅刚喷洒过的，大家看一下，上面水汪汪的，喷洒的也是特别的均匀。看一下，一次要打12米，效率是非常的高。很快这几档机就快到头了，这个如果种地面积不大的朋友也可以买一个，也可以帮人家喷洒，也可以赚些钱，因为这个需要这个喷洒的人也特别多，喷洒一亩地也几十元钱呢，比这个拖拉机旋地效益要高上许多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款自走式打药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。喜欢东哥视频的，请点击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的夕阳也是特别的漂亮。